家全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，让我们发财发大财行。哎，爹在家吧？在家。好好，那个掌屋，你跟你爹说，我找他下棋啊。好。哎，哎，那个，喂喂，小。什么事？你快说嘛！看看看看，刚才小三子进来，土地公就站起来，小三子出去，站起来就坐下，小三子进来，土地公就站起来，小三子出去，土地公就坐下，小三子，那一定是小三子得罪了土地公啊！哎，不，那个，快，哎，那不是，你这土地公在上啊！真小三子是个小孩子，你可多多原谅啊！哎，多多原谅，不行，不要拜了，不要拜了。不是什么小三子不小三子，什么怕不怕土地公啊？是这个土地公啊，怕得罪小三子啊！你这怕我，你老奶奶，你怎么当着土地公的面说这种话？得罪呀、啊！哎呀，罪过！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你知识太浅了。这个朱元璋你知道吧？朱元璋啊，明太祖的朱元璋啊。是啊，当初他在庙里头扫地的时候啊，所有的菩萨看他扫地都站起来让位置让他扫地啊，等扫干净了之后，菩萨才回到原位坐下来呀、啊。哦，哎呀，那你是说小三子他是？哎呀。小三子不是皇上就是状元呐、啊！哎呀，真的！你给你盖上啊！我小三子我知道，他将来不是皇上，一定就是状元。将来要是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一定是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呐、啊！土地公啊！哎呀！哎，你看看。小三子来了，你要不相信的话，咱们现在躲到树后头看，看这个情形跟我说的一样。我知道，我们家的小三子将来一定不是皇上就是状元。这可是现在他还是个小孩子。土地公，以后他再从你这儿走的话，你老人家可千万不要再站起来了。是啊，土地公，事情是这样，这小孩子不懂事，每次走这儿您站起来，这不敢当。再说您什么啊？皇帝，哎，状元，是得了吧。我呀，你怕他偷我这个铜的香炉啊？喂，我是总机，你好，在哪里？好，请讲话。喂，我是总机，你好，在哪里？好，听讲哈。哎，小姐。
不要叫，不要叫，不要叫。我不是死人，我是活人。不相信，你摸摸看。不要叫嘛，小姐，你叫我也会怕的。真的，我是活人，你摸摸看嘛。是冷冻的，我本来得了一场怪病，我是在1930年被冷冻，他们没有办法医治我，就把我冷冻起来，留着以后再去研究。没想到他现在把我给解冻了，所以我，小姐，今年是多少年了？是多少年了？1979年了。哦，我冷冻了49年了。小姐，啊，麻烦你给我打个电话看看。问一问股票的行情好吧。利民塑胶公司啊。喂，请问是不是利民公司啊？18.6。啊，18.6，当初我只买2毛1啊。你再给我问问大成钢铁好吗？21.9。啊，哎，你再给我看一看，木木棉花。哎，我买了50股，那我发财了。哎呀，就你，嘿，小姐，我赚了672.76啊！好棒啊！对不起，啊，你用了我们电话5分钟，请你先付电话费。啊，好，多少钱你说好了？1270。我只赚600多，你要1270。那你还是把我冰冻起来好了。算面相多少钱呢？面相啊，嘿，2个铜子啊，好便宜便宜。喝啊，20。20个铜子啊，20个铜子。我先给你10个铜子。哎，你要是算得不灵的话，后面10个铜子就没了。哎。你这10个先拿来呀。要算什么？财运，财运。财运。哎，财运。您看我这一脸像发财的样吗？啊，发财。怎么样，发财啊？总会发财啊。
可以。哎，收看看。哎，这个从你呱呱落地呀、啊，到你长到20岁，哎，怎么样？就是没钱。哎呀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您说的太对了。从呱呱落地到20岁的话，哎呀，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。嗯，从20岁到40岁以后呢？啊，怎么样？哎，还是没钱。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我从20岁到40岁呀、啊。2块现大洋落的一块什么样我都没看过。好了，算好了、啊、请吧。算哎呀，您还没算呢，这是40岁以后怎么样啊？哎呀，40岁以后就好了嘛。啊，好了，你我发财啊。发财啊？发什么财呀、啊、40岁以后你就穷惯了呀。40岁以后穷惯了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你怎么知道我40岁以后不发达呢？算得不准不准不准，剩下10个铜子不给了不给了。嗯、哦，我早就算准了，你要有20个铜子，早就拿出来了。啊！我这10个铜子用跳绳用，我照这个，我照这个。哎。真是张志敏呐、啊！嗯，这我发现那个迷信的人好可怜呢、哦。怎么可怜呢？你看看，身上就那么10个铜子、嗯，他要是不迷信的话，他还可以买几个包子吃吃。现在啊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哎，所以啊，凡事啊要靠自己、嗯，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创。对。嗯，你说是不是？对极的。天上是不会掉下馅饼来的。